求真理，重拾你的生命。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，重拾你的生命。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Thank you.
护持中华护身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身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5-679，012-001-195-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50396819，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要让慈悲变成一种习惯，就好比平时吃素的人，一旦不小心吃到荤食，身体一定会感到不适。同理，一个修慈悲心的人，如果内心存有恨意、不愉快等念头时，也很容易向内反省与自责，并使自己很快速地再度安住于慈悲之中。